写一个这个一个练习题好了，哦，如果要写一个猜拳游戏，剪刀石头布，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写？哦，那这边的话呢，哈，我当然云端上有已经写好的程式了，我弄一下给各位看。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哈，哎，剪刀石头布呢，还有结束游戏哈，分别我用一二三四来代替。如果一的话，就是等于是我出剪刀，啊，剪刀，然后二的话就是石头，三的话就布，四的话就离开，哎，类似像这样。那我这个时候的话，我就出剪刀好了。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哈，假如我 run 一下，哎，把它停一下啊，重来一下，啊 ，run 一下。那我假设我出剪刀，那 enter 的话呢，哈，理论上就是说，当然背后是要 random 的，它 random 的话就是。假设是123的话，那它就是在123里面 random， 反正 random 乱数取一个数字来代替剪刀石头布，所以呢，如果我出剪刀的话，就是一啦哈，那它假设乱数出来，它会有个乱数，假设它乱数是石头，那我就输了；如果它是布，那我就赢了；如果它跟我一样剪刀，那平手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逻辑一样，有没有？要不就是什么？输要不就赢，要就平手，哎，所以其实也是三个啦。哦 ，OK， 那当然了，这个地方没有猜对猜错的，只有你按四就离开，因为没有猜对，所以我多一个四，四的话就离开哈、哦。所以一好，那电脑出哎，刚好电脑出什么？出石头，因为它电脑 random 是得到二，那我是一是剪刀，所以我输了，它这边会出现一个错误，哎嘛，输了啊。哦那如果我再出什么？我出石头 ，Enter， 哎，他又出石头，所以 Random 他又得到二，那平手啊。那如果我出什么布的话呢？哎，他又出石头，奇怪，他为什么一直石头？是坏掉了吗？然后再出别的，我看一下，再出剪刀，啊，终于他换别的了哈、啊。那这个 Random 有时候他不是固定的啦，有的时候他可能也有可能会。重复，但是呢，这种几率不高。OK 哈、哦，啊，最后离开的话呢，就是4就结束了，也退出游戏。那所以基本上哈、哦，这个程式的架构哈、哦，跟刚刚的那个其实蛮类似的，就是1234嘛。那剪刀石头布就123嘛。OK， 所以哦，这里的话哈、哦，基本上呢会多一个串列，这个串列可能对。同学来说比较陌生一点点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一个变数里面哈、哦，有剪刀石头布，有三个东西，那我要放在一个变数里面，变成我要三个变数，很麻烦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，你就可以想到有一个形态，资料形态叫做串列。这个串列其实有，其实白话应该就是叫清单的哈、哦。那我就可以把它怎么样？第一个哈、哦，我先在这个地方增加一个。这个变数名称叫 blist， 这个 list 呢，因为我要放总共有剪刀石头布嘛哈，所以呢，我就在这个资料里面，记得哦，资料跟资料中间可以加逗点，然后比如说我放剪刀石头布 ，OK 好、哦，那你想说老师为什么你前面多一个空的呢？双引号，跟各位讲哦，因为呢串列的编号哦一定从0开始。那你想说，如果我今天剪刀放最前面，那剪刀是 0， 石头变1了，布的话变 2， 那这样很麻烦啊， 012， 那将来你边跟123比很麻烦，所以我干脆怎么样，我把0给空掉就好了，我就意思说我将来放清单就放 123， OK， 那我以后抓的话齁，我就 blist 后面中刮弧，如果我要抓什么抓剪刀的话，那里面放1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假设我要抓剪刀的这个资料的话，那只要叙述的方法哈，只要加上 blist 这个变数中刮弧，把这个一放到这里面来的话，它就会去抓取什么剪刀这个资料哦，把它放到这里面来。OK，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啊，就是多一个串列部分。那再来的话呢哈，就 random， 那特别注意，我们原来 random 哦是放在哪里？放在这个程式的第二行，可是你会发现哦，老师你为什么这个地方放在就是回圈里面？哎，道理很简单，因为我们每一次出的剪刀石头布都不一样。如果呢，你假设每一次剪刀石头都一样的话，那你就放在第二行。可是如果每次都一样的话，那还玩什么？
你就知道他每次都出什么，你就出跟他就是赢他的啊。所以特别注意哦，我们 London 放在回圈的里面的第一行啊，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每次出的全都不一样。那再来就让他出一二三四，如果他等于四的话，那就离开，离开的话就 break， 这个很简单，就主要是离开 break 哦。然后呢，底下就是如果当他两个一样的话，那就平手。那什么状况下会是这个我赢的状态呢？那当然就是如果我出剪刀，他出布嘛；如果我出石头，他出剪刀；如果我出布，那他出石头。所以呢，我就归纳出来，总共会有第一种状况，第二或者是第二种状况或第三种状况，那我赢的。那什么状况我输？那刚好颠倒，有没有？我就第一种、第二种、第三啊，中间记得加偶尔的或，这个或这个或这个。比如说我输的状况应该是我出剪刀，他出石头，有没有啊？所以把这三种状况把它分析出来之后，最后得到结果就这样。OK 哈，所以基本上呢，这个程式哦，我有把它放在那个云端白板的第24页地方，所以回去的话，如果有时间哦，可以玩玩看，啊，里面可能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就是程式里面哦，多了一个串列，这个串列的话呢，以后就是放多个资料哦，会用到了，那这个部分的话，请各位就是回去试试看哦。那今天呢，也许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下课没有啊，所以我们今天也许，就先讲到这里好了哦。那一样呢，我会把那个上课的影片我会贴到论坛，所以你回去假设要复习的话啊，可以再自己再稍微看一下啊。如果有问题，当然可以欢迎可以提出来哦。